马上就要到最佳品色店了。戴永清大概是金川县对这条山路最熟悉的人，无论寒暑冬夏，上上下下十几公里，他都会到这里取景拍摄。这个拍摄店我都拍了十多年了。当中不如就是摄影这个轨迹呢，是在80年代末，当时呢家庭经济状况根本不允许他这样子到处跑，曾经冲击过他的战士，然后也撕了他的照片。30年前，戴永清还是个电影放映员，微薄的薪水几乎被他全用在了摄影上，哭过，闹过。妻子却没法改变那个依然背着背包到处游荡的丈夫。直到那一天，妻子看到了一张照片。直到有一年突然拿回一张照片，他把他照的80年代的县城跟着这个老街这个照片一对比，那种反差看得太漂亮了。看到家乡的美，妻子在那一刻忽然明白了戴永清的坚持，开始默默支持丈夫的工作。先准备到哪里去拍嘛？松平。哦哟，有点远了。嗯。我先走了哈。对嘛对嘛。那出去注意安全啊。好。30年来，戴永清的足迹遍布家乡的山山水水，镜头里的家乡越发美丽，戴永清的执着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赞赏。为宣传家乡，戴永清把自己的作品长期无偿奉献出来。大师，这个我们的花季要开始了，也可以帮我们记录几张风景的照片。好，我这儿你们选。这几张就已经都很漂亮了。我们马来锅庄就是因为有戴老师的精美的图片展示，然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，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申遗。还有就是室外景区也是因为有戴老师精美的图片，在网络上一夜爆红。这些都是他的获奖证书，类似这样子的获奖证书太多太多了。当年你在这些地方拍照的时候，这个又没得路，又没得车，不晓得咋个样子在这儿后头走，经常回来呢都带得有伤，现在想起都很心疼。戴老师对整个摄影工作的话，已经到了一个痴迷的状态。当我们看到过去的老照片，就勾起了我们的乡情。他这个相机可以记录所有的东西。看到金川一点点变好，我就想用相机记录下这里的一切。